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කෝයි ෆාස් ජිස් දාතමන 这次很高兴应马来西亚佛教居士总会和马来西亚北海佛教居士林的邀请在这里参加佛教菩萨道的论坛。我这次想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南传佛教的菩萨道思想。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先来 讲述一下南传菩萨道的概述，第二个部分呢，就想对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菩萨道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当今世界的佛教依传播的地域和经典语言，可以分为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系。 或者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源自印度梵语佛教，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北传佛教。而南传佛教源于印度巴利语佛教。在一般人认为呢，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就是马哈亚那。 而南传佛教则是所谓的小乘佛教。然而，南传佛教不但不认为自己是带有贬义、歧视意味的小乘佛教，而且只要是在南传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自古以来都盛行之菩萨道信仰。举例来说，菩萨的本身故事在 南传佛教信众当中可谓是家喻户晓，大部分南传寺院的墙壁上都会有本身故事，在云南和泰国北部傣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甚至把念诵巴拉蜜的经文定为日课。就比如，这是在须双版纳刻写的。 白乐文的以礼赞礼诵佛陀圆满十种巴拉蜜的经文，这篇经文在须双版纳在泰国北部几乎是每个斋戒日以及在雨安居期间的每天晚上都会念诵。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差别， 给南北传佛教之间互相交流和学习带来不少的误会与障碍。为此，我就想对南传佛教的菩萨道信仰进行一次简单的介绍。第一，南传菩萨道思想的起源。南传佛教有关菩萨道信仰的经典主要收录在巴利语 三藏的经藏小部中的本生、佛陀史、所行藏及其译注，其中本生加达嘎讲述佛教在过去无量劫轮回中行菩萨道的故事，一共有22集，收录了547个佛本生故事。佛陀史不得王舍 共有28品，内容讲述包括我们佛陀在内的28位过去诸佛。所行藏加利亚比达嘎分为3品，用寄送的体裁讲述了佛陀过去生行十种巴拉蜜的35个本生故事。根据佛陀史的记载， 佛陀在成佛后的第二年回到了他的祖国噶比拉瓦都，为了降服因出身高贵而傲慢自大的释迦王族，他显现了双神变。
沙利子尊子来到佛陀面前，请求佛陀讲述其过去生行菩萨道的故事。于是佛陀讲述了从燃灯佛时代，就苏美特，就善慧允士，一直到维桑达拉王漫长时间中修行菩萨道的佛陀史，而南传佛教的菩萨道就源于此。那第二是十种巴拉蜜。根据南传佛教的经典，一位菩萨必须实践和圆满十种巴拉蜜，即导向成佛的十种方法。他们依次是布施、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忍耐、真实、决意、慈与舍。巴拉蜜是大悲心和方便善巧智相应而又没有受到可爱我慢与邪见污染的高贵素质。那巴拉蜜它是个音译，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到达涅槃彼岸的资粮，或者说成佛的资粮。那巴拉蜜和善业又有什么区别呢？一般上来说，巴拉蜜是由于一个修行人他发愿要证悟涅槃，要成佛而所积累的善业，它是属于善业的一种。但是由于这种善业它并不是要导向在轮回过程中投身为人天上去啊，或者说在生命期间获得富贵啊、美貌啊等等这样的善业，所以我们可以说巴拉蜜也是一种善业。但这种善业它是只导向涅槃，导向成就菩提的善业。而一般普通的善业呢，它很可能会在轮回当中会成熟，然后投生到人天上去，或者在生命的过程中给它带来各种福报快乐。那大悲心是视一切众生犹如亲生儿子般的深切怜悯，这种大悲心强大到足以使菩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一切众生脱离苦海。方便善巧智是把布施等十种善行转变为菩提资粮的智慧，也即是只是成为正自觉止为唯一目标。所有巴拉蜜皆以大悲心与方便善巧智为基础，而且具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布施、持戒等才能称为巴拉蜜。其中布施巴拉蜜、达那巴拉蜜是以大悲心与方便善巧智为基础，愿意舍弃所拥有的身外物，甚至自己的肢体和生命来帮助他人的善思。持戒巴拉蜜是以大悲心与方便善巧智为基础的身善行和语善行。出离巴拉蜜 Nikkhamma 巴拉蜜是在明了了欲乐和生命界的不圆满之后升起的舍去异界的心念。智慧巴拉蜜 Banya 巴拉蜜是正切了知诸法自性相和共相的心所。精进巴拉蜜 Virya 巴拉蜜是为了众生的福利而付出身与心的努力。忍耐巴拉蜜 Khandi 巴拉蜜是忍受他人对自己所犯之错的安忍之力。真实巴拉蜜 Satya 巴拉蜜是只说真实的话。决意巴拉蜜 Adhithana 巴拉蜜是对于利益众生的善行毫不动摇的决心。慈巴拉蜜 Metta 巴拉蜜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与快乐所做的良好祝愿与奉献。舍巴拉蜜 Upekkha 巴拉蜜是对所有好的恶之法舍弃爱与恨，采取平等和无差别的态度。总之，一切巴拉蜜都拥有利益众生的特相，协助众生或者不犹豫的修行。巴拉蜜的作用表现为希望他人获得幸福，或者愿意证悟佛果，
静音是大悲心和方便善巧智。第三是菩萨的素质，所有的菩萨必须具备以下素质。第一是至善愿 Abhinihara， 也就是首先他必须要发愿成佛，成为正自觉者。修行者在第一次被授记成为菩萨的时候，必须同时拥有八项条件。在佛陀时有一首寄颂字面概括说 Manusatang Lingga Sambati Hetu Sattala Dasanang Babaja Puna Sambati Adhikalo Chantata Atatama Samodhana Abhinihalo Samichati。 人生为男性，聚因见导师，出家聚功德，增上行和欲，总具八法指，发愿乃成就。第一个条件是投身为人，也就是说只有人才能获得佛陀的授记。第二是投身为男人 Lingga Sambati， 就是佛陀不会给女性授记，只会给男人授记。第三，拥有只需要听闻佛陀诵出寄颂即能证悟阿拉汉的巴拉蜜，就是说一个人他积累的巴拉蜜已经强大到他只需要通过听闻佛陀开示一首关于四圣地的寄颂，就能够断尽一切烦恼，证悟阿拉汉。那唯有他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或者说他的巴拉蜜拥有这样成熟的程度，那么佛陀才会给他授记。第三是亲见活知的佛陀 Sattala Dasanang， 也就是说他必须得获得活知的佛陀在世的时候给他亲自授记。第五，他出家为隐士或者比丘，也就是说他必须得是一位相信因果的出家人。第五，成就八定和五神通的功德 Guna Sambati，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遇到佛陀，而且必须拥有八定，就是四种禅那跟四种无四定以及五种神通拥有这些功德，佛陀才会给他授记。第七，曾经在过去无量诸佛的教法期间修行增上行 Adhikara， 这也就是说他在过去无量无数无边佛陀的教法时期他已经修行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在那些佛陀教法时期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为了想要得到佛陀的授记，为了在未来能够成就佛果。第八，拥有不畏任何艰难成佛的极强欲意 Chandada。 当一个人同时具备以上八个条件时，所发的至上愿才能够生效，才能够被佛陀授记为菩萨 Bodhisattva。 而从他发愿升起的那一刻，菩萨即进入了大菩提乘行道 Mahabodhinyana Patipatti，他肯定将会在未来成为正自觉者，绝不退转。此后菩萨可以不需要老师的帮助，仅凭自己能力引发正确的实践诸巴拉蜜的巴拉蜜思则智巴拉蜜巴利加亚尼亚那，而这种智慧是他未来证悟一切之智的征兆。第二是大悲心以方便善巧智，如同至善愿一样，大悲心和方便善巧智也是菩萨的素质。通过这两种法，菩萨得以持续不断地为众生谋求福利和快乐，完全没有顾虑到自身的利益，也不会对极为艰难并且常人所难行的菩萨道感到害怕。第三种素质是四种佛地，
犹如至上愿大悲心与方便善巧智，勇猛上至决意和利益行也是菩萨的素质。第四类的素质是十六种意乐，阿恰西亚。意乐就是内心的气质或者倾向，它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意乐可以分为善和恶两种。善的意乐有十六种，即倾向于出离、隐居、无贪、无嗔、无痴、解脱以及十种巴拉蜜。第五种素质是醒察智，把这维看那尼阿那，即菩萨会醒察不修巴拉蜜的过患以及修行积累十种巴拉蜜的好处。第六是十五种行扎拉那、五神通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十五种行是持戒、防护根门、以时知节量、实行警悟、信心、正念、惭愧、多闻、精进、智慧和四种禅那。五神通即是神变通，又称为如意通、天耳通、他心通、天眼通、速住随念通。这是一位菩萨他必须具备的六大类的素质。那我们再看看圆满巴拉蜜的时间，菩萨依根的利钝，也就是钝根和利根，分为三类，即慧优胜智菩萨、班雅提嘎。这类菩萨又称为敏锐知止菩萨，他们慧根强而性根弱。这一类菩萨如果有意在被受记那一世证悟弟子菩提的话，能够在佛陀尚未讲完一首四行偈的第三行时，即证悟阿拉汉果，连同六神通和四辩悉智。第二是信优胜智菩萨 Sattadika， 又称为详说知止菩萨 Vipanjitanyua。他们慧中性强，他们如果有意在受记时证悟的话呢，能够在尚未听闻一首四行偈的第四行时，即证悟阿拉汉果。第三是精进优胜智菩萨 Viriyadika， 又可以称为可引导智菩萨 Neya。他们性根和慧根皆偏弱，他们如果有意在被受记时证悟阿拉汉果，能够在刚听完一首四行偈的第四行时即证悟。这三类菩萨圆满巴拉蜜的时间不同，慧优胜菩萨圆满巴拉蜜的时间需要四个不可数字阿桑奇亚，北传翻译成阿僧祇劫，阿僧祇亚四不可数及十万大劫。信优胜智菩萨需要八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精进优胜菩萨需要十六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例如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就属于慧优胜智菩萨，他以前因为他是用了四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来圆满巴拉蜜的。而未来的佛陀，就现在还是菩萨的 Maitreya 慈氏菩萨或者弥勒菩萨，他就是属于精进优胜菩萨，因为他需要用十六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来圆满巴拉蜜。而这些时间都是从受记成为菩萨之后开始算起的，就犹如稻谷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内才会开花结穗和成熟，同样的，每一类菩萨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内修行巴拉蜜才能够达到圆满，才能成就佛果，
每一类菩萨皆不可能以任何的方法在固定期限之前证得佛果，因为他们的智慧还没有成熟，他们的巴拉蜜还没有圆满，他们成佛的条件也就尚未具足。第五是巴拉蜜的利益啊，以及功德。菩萨从被受记开始，在漫长的轮回当中，他不会投身为天生的瞎眼啊、耳聋啊、疯子啊、哑巴啊、天生残废啊等等。不管菩萨投身到哪里，他都不会感到极端的痛苦，他都能够获得长寿、相好庄严、出身高贵、具有才识、语言可信、有大威神力等，这些都是巴拉蜜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一位菩萨因为他过去生不断地积累各种善业，圆满各种巴拉蜜的缘故，所以这些善业在他成佛之前，在他漫长的轮回过程中，会给他的生命带来很多的福报，很多的善果，使他相好庄严啊，使他拥有影响力啊，使他投身到富贵的家庭啊等等。圆满巴拉蜜所成就的果报，是以阿拉汉道智与一切知智为首的无量佛陀素智，也就是证悟佛果。佛陀的素智包括有32相、80种随行好、10力、4无畏、6不共智和18不共法等无量素智的法身。总之，佛陀的一切美德素智皆是巴拉蜜的成果。那上面是南传菩萨道思想的概述，那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菩萨道思想的比较。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菩萨道思想，下面我们把北传大乘菩萨道思想以及南传的菩萨道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做一番比较研究。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传承的不同，南传菩萨道思想有些是跟北传佛教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南传佛教认为说佛陀也是阿拉汉，而菩萨还是凡夫，菩萨不能度人等等这些在讲述到南传菩萨道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根据南传菩萨道的经论来解释。第一，两者所依的经典不同。北传佛教向来都流传至大乘佛教，其经典体系大部分都属于菩萨藏。波罗蜜多啊，巴拉蜜达啊，是菩萨成就佛果所应实践的主要学处，其传承的经典绝大部分也以如何修行菩萨道、圆满波罗蜜的种种见地和修行方法有关。就专门讲述修持波罗蜜多方面的经论，就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解深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宝积经》、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大乘庄严经论、四大乘论等。由于每一部经典所讨论的主题不同，内容个别，所以北传菩萨道的修持方法也多种多样，可谓有84000法门之多。南传佛教关于菩萨道思想的经典占整个巴利三藏的比例较小，主要是巴利三藏小部的本身佛陀史所行藏及其译著。因为佛陀是修行菩萨道圆满巴拉蜜最成功、最无可争议的例子，所以其传承的一系列关于菩萨道的修行体系
都是紧扣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围绕之佛陀过去生修行巴拉蜜的实践而展开的。第二是巴拉蜜的开合不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北传佛教一讲到菩萨的波罗蜜多啊，都有称为六种波罗蜜多，又称为六度，分别是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和般若波罗蜜。其中般若波罗蜜又是其他五种波罗蜜多的根本，称为诸佛之母。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又以六种波罗蜜之外，再加上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四种，称为十波罗蜜。《解深密经》卷四说，这四种波罗蜜以前面六波罗蜜为助伴。《大方广佛华严经》又以六波罗蜜多之外，再加上智、愿、神通、法四种波罗蜜而成为十波罗蜜。在《胜曼经》中又提到常、乐、我、净四种波罗蜜。南传佛教通常提到十种巴拉蜜，这十种巴拉蜜又各个依照普通、中等、就近三个层面开展为三十种巴拉蜜。同时十种巴拉蜜又可以依性质归纳为布施、持戒、忍耐、精进、禅定和智慧六种巴拉蜜。这六种巴拉蜜的名称、次第、释义与北传完全相同。六种巴拉蜜又可以归纳为真实住处、舍离住处、寂静住处和慧住处四种住处。而这四种住处或者一切的巴拉蜜，最终可以归纳为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智慧与慈悲。第三是对菩萨的理解不同。北传大乘佛教有很多菩萨，比如有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等等，多不胜数。这些菩萨又可以分为因地菩萨和果地菩萨两类。因地菩萨是指从初发菩提心开始，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功恨圆满，方证佛位的菩萨，例如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果地菩萨是指为无量劫前已证佛果，然而为了广度众生、助佛教化，倒驾慈航再现为菩萨身，例如观世音菩萨过去是正法明如来，又比如说文殊菩萨等等这些。对于菩萨修证的次第，北传诸经论中分为四十位、四十一位、五十一位、五十二位、五十六位、五十七位等多种阶位说，其中又以五十二位说最为普遍，即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等觉和妙觉。在这些阶位当中，前面四十种阶位都可以称为生死生菩萨，即是凡夫菩萨。从初地、欢喜地或者为八地以上的菩萨的称为法性生菩萨，即圣旨菩萨。妙觉菩萨即是佛位。在南传佛教呢，经常提到有两位菩萨，一位是还没有成佛的释迦牟尼，另外一位就是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在斯里兰卡所写成的《阿那嘎达王萨未来史》一书当中，还提到有十位菩萨。南传经论只提到有慧优胜智、信优胜智和精进优胜智三种菩萨，但他们只是根器的差别，并没有修正阶位的分别。同时虽然菩萨已经修行了多生多劫，
而且观智要比阿拉汉圣子强得多，但是在证悟佛果之前还是一位凡夫，因为菩萨的圣道智必定和一切知智同时升起，在证得一切知智之前，菩萨的巴拉蜜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让他证得道智和果智，只要还没有证得圣道圣果，他就还是凡夫。因为如果他一旦证得圣道圣果，如果他是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那么他就成为那位佛陀的弟子了。那如果在没有佛陀教法时期他证悟圣道圣果，那他就是成佛了。所以呢，在南传佛教认为说，只要还没有成佛之前的菩萨都还是凡夫，而当一位菩萨的巴拉蜜成熟的时候，他的四道四果是接连着无间断的发生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说他在一刹那间他就成就了佛果。悉达多菩萨在身为释迦族太子的时候，在王宫里享受感官娱乐达12年以上，而沉迷娱乐是凡夫的行为。不仅我们的释达多太子是这么样，每一位菩萨皆是这样。当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后，曾经追随着当时的修定允士阿拉勒伽玛勒和乌达格拉玛布德学习禅定，分别证得了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然而圣旨是不可能追随外道修行解脱道的，在菩萨成佛前曾经以6年的时间修行极端的苦行，然而圣旨已经断除了戒禁取，他不可能再修行除了8圣道之外的其他的邪道法，因为当时菩萨还是凡夫，所以他还会去拜外道为师，他还会去修外道的苦行法等。那第4是行菩萨道的条件。根据北传的经论，修行菩萨必须得要先发菩提心，菩提心又全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心。菩提心是行菩萨道的根本，唯有发心才能修习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去向无上菩提。菩萨发心以大悲为根本，与希求无上菩提和利乐一切有情为形象。北传经典说到，只要一发菩提心，即远远超过阿罗汉和辟支佛。华严经中说，发菩提心成就无量功德，悉与一切佛法诸功德相同。因为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三世诸佛皆从菩提心而出生故。在大般若经卷364中甚至说，即使充满3000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去声闻辟之地，其所获福比之以一位初发无上正等正觉心的菩萨摩诃萨所获的福聚百圈俱止，拿于多分亦不及一。除了发菩提心之外，在汉传佛教还有受菩萨戒这样的一种传统。因为菩萨戒是诸佛之本源，菩萨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是众生之所以能够成佛的根本原因。菩萨戒与具足戒等声闻戒不同，它能涵盖却超胜于一切诸戒。同时菩萨戒不需要进行受去受持，它需要是尽为来际，从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随行人乃至成佛。那如果说北传佛教行菩萨道的条件是发菩提心和受菩萨戒的话呢，那么南传佛教成为菩萨的条件就要难得多。因为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修行人他必须得获得佛陀亲自的授记才能成为菩萨，而修行人被授记必须同时具足身为男人、遇到在世的佛陀等八种条件，无有同时具足这八项条件所发的至上愿，也就是菩提心，它才能生效，而唯有在至上愿升起之后才能决定以未来成佛，从此之后才被称为菩萨 Bodhisattva。 菩萨之所以超越阿拉汉，是因为一切即将被授记为菩萨的人完全有能力通过聆听佛陀的开示而证悟阿拉汉道果，连同四辩悉智和六神通。在《法句译注》和《圣旨庄严附注》里面提到，佛陀从33天开示完阿毗达摩回到人间的时候，显现了从天而降双神变。在那一天，上至梵天界，下至无间地狱，远至无边世界，凡是见到佛陀威力神通力之人，没有一个不发愿成佛的，誓愿发愿成佛的人不计其数，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因为菩萨道之难行而退缩了，唯有坚韧不拔的圆满巴拉蜜的人才能成就佛果。当然也不能够只是凭发愿就能够成佛，即使得到受记也不能够获得佛果的功德，菩萨还必须得要生生世世不断地积累巴拉蜜。就比如说提婆达多哈德瓦达达，他在过去是曾经与我们的菩萨一起发愿要修菩萨道，但是后来因为某一事，他因为今晚的缘故而怀恨菩萨，从那个时候他的嗔恨心就令其偏离了菩萨道。所以说佛陀出世是极为稀有难得的，要成为菩萨也是非常稀有难得的。那第五呢，是对三乘的解释不同。北传经论把佛陀所说的教法分为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其中声闻缘觉二乘又被称为小乘，以其为自利自度无利他之心故。菩萨乘称为大乘，以其能运载无量众生至菩提彼岸故。小乘乃是佛对顿根略慧之人所说，大乘是佛对上根立志之人所说。在《华严经》《法华经》《胜曼经》中又立一佛乘为大乘最高教义，为三乘教法是佛针对众生不同根基而设的方便法门，三乘将就近导归一乘，所以在《法华经》中比喻二乘为如来方便权限之化成，并非真实，甚至说佛曾经为摩诃迦士等阿罗汉受记，以未来当作成佛。不过呢，在印度瑜伽行派或者瑜伽行派 Yogacara 的护法菩萨一系也持有种性说，认为有定性声闻的定性缘觉和定性菩萨等。南传佛教把觉悟或者菩提分为三类，一是正自觉菩提，二是独觉菩提，三是弟子菩提。修行者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三种菩提的任何一种。这三种觉悟者皆证悟四圣谛的四种道智，皆成为阿拉汉，在证悟涅槃或者解脱方面并无差别。但是佛陀除了证悟阿拉汉道智之外，还证悟唯有诸佛才具足的一切之智，并能断除一切习气。在这三类觉悟者当中，佛陀称为嫉妒者，能够无师自通的觉悟四圣谛，并且教导他人；独觉佛是自度者，能够无师自通的觉悟四圣谛，但是没有能力教导他人；
弟子称为受度者，他们必须获得人的教导才能证悟四圣谛。第六是菩萨的行持不同。根据北传的经论，菩萨称之所以称为大乘，就是用大车来比喻能够将无量众生从生死此岸运载至涅槃彼岸。菩萨乘和二乘行人最大的区别是，菩萨具备自行化他以诸佛道成就众生的菩提道心。金刚经中说，菩萨应当发起如此的菩提心，所有一切有情之类皆当令去入无疑依涅槃而灭度之，特别是证得法性深深的圣旨菩萨，由于已证无生法忍，舍弃了三界生死之身，受不生不死不可思议变异身，能随本愿力随所应度而度脱众生。例如观世音菩萨能够随众生不同根基示现上至诸佛、圆觉，下至鬼神等三十二应化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地藏菩萨发愿众生度尽方成菩提，他从九眼劫来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化度百千万亿人永离生死至涅槃乐。在大乘教期，菩萨能化度一切众生的宏大行愿，已成为每一位学佛者心中崇高的理想和不争的信仰。但是在南传佛教，一位修行者唯有证悟阿拉汉道智时，才能彻底摧毁导致轮回再生的无明贪爱和一切善恶之业。菩萨为了追求佛果，在他受记的那一生即放弃了证悟阿拉汉果的机会，所以在他之后漫长的生死轮回过程中，必定还要随之他所造的善业恶业而不停的轮回再生，直至他证悟无上佛果。业因成熟必须要受报，这是不变的法则。所以在本生故事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菩萨既可以因为善业而投生为天人、投生为人，但也经常投生为畜生啊。例如在很多的本生故事里面都有关于啊，比如说佛陀投生为九色鹿啊，投生为大猿呐、投生为狮子啊，投生为孔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故事，甚至还会堕落地狱受苦，就例如黛米亚王子的之前两生。当然菩萨有时候也会选择决意死，即在他希望的时间死亡，因为菩萨他的善业经常会投生到天界，在天界很难有机会实践和圆满巴拉蜜，为了不浪费时间，他经常会选择决意死，投生到人间继续修集巴拉蜜。根据南传经典，菩萨只是忘我的帮助众生和利益众生，但并不曾救度任何人。我们不能够把菩萨利益众生的行为说成是救度。在本生故事里面，我们的菩萨只是在圆满巴拉蜜而已。就比如说在维桑达那本生里面，那个婆罗门并不会因为得到维桑达那王子的布施而证悟涅槃。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南传菩萨道和北传菩萨道的共同之处。虽然南北传菩萨道信仰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南北传菩萨道都源自于佛陀的本身和弥勒的成佛思想。第二，过去有无量诸佛出世，未来也有无量诸佛出世，行菩萨道也就成为可能。第三，菩提可以分为正自觉菩提、独觉菩提和弟子菩提三种，这跟北传佛教的三乘可以相对应。而正自觉菩提又称为大菩提称，也就是大乘，
他们的实践者南北传都称为菩萨 Bodhisattva 或者 Bodhisattva。 第四，要行菩萨道就必须发上证佛果下化有情的至上愿或者菩提心，并且必须通过利乐无量无边众生，实践无量巴拉蜜直至圆满方成正觉。第五，圆满巴拉蜜最重要的是大悲心与智慧。第六，菩萨无论在信心、行愿、精进、大悲诸巴拉蜜与所证功德也就是行愿行果等方面，都是佛弟子和独觉佛没法相提并论的。如果把南传的十种巴拉蜜归纳为六种巴拉蜜，那么它在名称、在顺序、在定义含义方面都和北传的六种波罗蜜多完全相同。第八，圆满波罗蜜能成就32相、80种好、10力、4无畏、18不共佛法等无量佛果功德。那我们下面再做个总结。因为北传大乘教区流行的主要是菩萨乘思想，所以无论是在经典见地还是在宗派修持法门方面，都要比南传佛教要丰富多彩、庞大博杂的多。当然各学派传承之间的分歧也是越来越大。在南传佛教教区，虽然菩萨信仰、菩萨道思想从来都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实践菩萨道指历来不乏其人例如说在泰国清迈的胡巴西比差呀，斯里兰卡的圣法大长老就劳耶那阿里亚达曼马哈提拉又或者说现在在缅甸称为麦彭西亚多，在泰国和傣族称为胡巴温中的这些大长老都被信众们公认为菩萨。可以说南传佛教菩萨道思想在20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发展变化不大，基本上保留了菩萨道思想的原型。又由于巴利经典及其译著在南传教区的权威地位，造成了南传菩萨道思想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很好的了解和研究南传菩萨道思想，既可以作为南北传佛教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切入点之一，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我们清楚佛陀开示教导菩萨道思想的本意，有助于我们无论是修行解脱道还是修行菩萨道，都能够更好的、更有方便善巧的积累诸巴拉蜜。我的文章就在这里分享到此祝愿大家都能够圆满巴拉蜜，早证菩提。萨埵萨埵萨埵。